福禄寿喜人民币珍藏册一共收录了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套铜号人民币。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4月开始正式发行，是现有的五套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，也是中国首次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一套纸币，记载了一段特殊宝贵的历史，目前市场上已经绝版。第三套三铜号人民币在短短6年内升值了近100倍，是三套中最珍贵的一套。其特点是人民币中的纸币两角两圆的二字都把二字写在右上角，是所有汉字繁体的旧字形。第四套人民币是筹划设计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，从1967年到1985年，历时18年才定案。第四套人民币是中国的名胜古迹，名山大川图案，其文字富有中国民俗特点的图案，目前已经绝版，不再发行。四铜号人民币在市场上收集不易，一旦将来停止流通，势必升值快速，其增值价值难以想象。第五套人民币于1999年发行，背面主景图案分别使用人民大会堂、布达拉宫、桂林山水、长江三峡富有特色的图案。第五套人民币挑选八铜号收藏难度提高，虽然目前尚在市场流通，但增值已经倍数成长，将来势必再创升值高峰。
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的提升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背景下，人民币的投资已成为新时代的财富金矿。人民币巨大的投资回报造就了让人惊叹的财富传奇，尤其是福禄寿喜人民币铜号钞。它是几千套人民币才能凑齐这一套铜号钞，这样的收藏品是凭个人能力绝对无法收齐的。福禄寿喜人民币铜号钞的升值率要比其他品种要高出五倍以上，涨幅一直居高不下。现在福禄寿喜人民币铜号钞绝对是你投资收藏的绝佳珍品，创造你小钱赚大钱的升值奇迹。福禄寿喜人民币铜号钞，它是让人民币走向收藏投资顶峰的开年震撼之作。福禄寿喜人民币是最具投资前景的升值潜力的钱币珍宝，钱币收藏史诗巨献，福禄寿喜人民币铜号钞隆重发行。